来，你们尝一下。妈妈好吃吗？学这道菜的初衷就是想做给爸妈吃。距离春节还有半个月，你最期待年夜饭上的哪道菜呢？五谷凤爪就是那个会让我尖叫的菜。剔骨头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腌料的比例，你们记得保存起来，泡个黄瓜或者萝卜也会非常好吃。放冰箱腌制一个晚上就非常入味了。